六。这个点在横画中间，这下面两点对也要高低错位，一个有粗到细，一个是有细到粗，高低错位。沉，手点居中。撇，懒一撇，有轻到重。竖画要垂直，短一点，竖提，这个是竖折，一个是往上面斜的，一个是平的，一斜一正。横，竖画在这中间，要垂直。下面这个横画略微长一点，更显稳。长短要变化，这个撇虽然长，但是中间不要太弯，相对要直一点。这个横间距都差不多。解。第一个撇折由撇点组成，第二个撇折方向跟第一个撇折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横，第一横要短一点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第二横要长，由轻到重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这个宽度注意间距D。口字旁不要写太大，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，提，这个出去不要太长，以这个横的收笔为准，提按，竖画上面出头越长一点，下面越轻一点。竖弯钩是在两个竖的中间，不要写太高，向右伸展，要长，这空间留出来，间距几面相等，下面要平。